人家那个下面还不承认，对吧？没摸到里面。就是摸到里面了，没摸到里面，我还不会这么理直气壮。对吧？那我摸你下面，你是被告非礼啊，对吧？对吧？我五十多岁的人，我身子都这么高了。五十岁的人就是这么被我龌龊，男人不是下半身动物吗？我跟你说，真的是跟女人交流。你为什么掉粉呢？你这次还就是摸了，对吧？没有我20块钱，我直接走了。我不是20块，你跟他耍赖吗？20块钱谁不出得起的吧？摸了就是摸了，没摸就是没摸。因为你摸了，那个摄像头没有对着他，就直接。耽误我的时间，我已经摸了。你要派出所抓我坐牢去，耽误我的时间。等一下，如果不付钱，等一下我们慢慢算数。坐牢又怎么样啊，对吧？坐牢也不是一两年的事，对吧？谁不会坐牢啊，对吧？拉就没办法。那不就是这样的性格吗？摸了就是摸了，没有就不是摸。人家非得摸了，人家操着逼才说摸了，对吧？你没摸，人家无缘无故不会侮辱你的吧？没了，你今天就北山这。人家他要想啊。对。不是文明点，操着摸着人家的，摸着人家的逼说没摸。还有小孩奶奶卖单，你说话你可以文明点。我上面有。不是，我这个人是理直气壮的，和人家说。我开了灯，什么都有。录音是什么都有。我是不是跟你说了，我跟我男朋友吵架？我是不是跟你说，我说不要说什么，我给你钱，叫他不要说了。他一直说纠缠的，我说我不是不给你钱，然后来那个他就整天操着人家逼了，对吧？这是为人很现实的，对吧？你没摸我会无缘无故那个侮辱你吗？或者那个栽到里面吗？没可能，我也是这个心理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梅州人。你们不用走啊，兄弟们啊！你再回去。别凶，我说怕妹妹凶。我不跟你凶。我怕你，可以吧？你这个泼妇，我真的。派出所来了再说。派出所来了再说。你这样凶我没用，因为你的录像筒没有录到你，你摸下面的视频。没事，去医院去查指纹，摸过有指纹的，没事的。摸了不是说有指纹，他只是摸了一下子。有指纹就是证据，有证据就可以猥亵妇女罪，拘留15天起步。那我就跟着说了。要摸了你就不要担心。你去说，你去说，可以吧？让你先说。哎呀，派出所反正是你家的。过来一下，我这个人也是很懂道理的。对。我就先跟他说一下啊，事情的原委。杨队长，帮我把那个证那个证用一下。他说我在大富豪那边拿了钱，一路打电话，没有到了，付钱。没有，我说小姐你付钱吧，我收你的钱吗？就这样子。哎，你把监控调了，反正看我的。他说我摸了他下身了，那就麻烦了，兄弟。我等一下告诉我老婆，我得封都不领掉去。不是你们现在几个人？我现在就是他一个人，一个人他坐前面。那你上我的车，你要把证件给我。啊，可以，他卖给你，没问题。那这个很简单的呀，东西拉好啊。东西拿好，我要锁车了。那你我手机你给我拿出来。那是在你的车，你没有开到，我不知道怎么走。那你要把车开到我哪个派出所？就贵阳派出所，一掉头就是。啊，好。我还真的不怕，因为我有理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对吧？你把证件拿一个证件给我。